哈喽，大家好，我是华天美阿台，每天下午打卡华天美各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今天有一位深圳北京的粉丝拿过来几台苹果的全新设备给阿台来回收，我们一起听听是怎么个情况。你们那发多少奖品，一下子你能抽到三个？啊？十台。总共就是各十个是吧？这个其实是我们同事的，他让我一起卖。只有这个手机是我的。就是你等于你抽了两个是吧？同事抽了一个是吧？那对我同事，这也是我同事的。哦，你抽到手机了？对，我是手机，他们是 iPad 和这个手表。这三台全新的机器，阿台昨天跟他谈好了价格，但是我们要确保是未激活的，所以我们来查询一下是否是未激活的机器。首先，这个苹果14 Plus 我们查询到是未激活的，然后这台手表我们查询到也是一台未激活的，最后我们再查一下这台 iPad 10，也是一台未激活的。确认好这三台机器都是未激活的，现在我们就拿到市场直接做一个回收。现在就带这位粉丝直接去宇昂的三楼把他们出掉。帮这位粉丝搞定好之后，阿台也要继续忙了。小伙伴们，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